大家好。咁咧之前咧都讲咗南韩啦、日本啦一啲嘅移民政策啦，咁冇理由唔讲香港人另一个家乡就系泰国啦。咁泰国咧喺呢一个疫情影响打击佢旅游之下咧，其实经济受到重创嘅。咁亦都好多人咧开始慢慢失业啦。咁当地咧最近就传出一啲新嘅政策喎，因为当地嘅政府咧就为咗吸引一啲海外嘅资金咧去投资泰国，重启呢个经济咧。咁泰国就打算推出呢一个买楼送居留证嘅计划喎。喂，究竟系咩嚟嘅咧？咁其实就系咁样嘅。咁只要咧海外投资者在泰国买入这个1000万泰铢，大约258万港币的房地产，就可以获得这个5年的居留签证。签证持有人可以获得快速通关的优惠，哇，真的很犀利，有一个叫 VIP 的通关通道。另外还有1年有24次免费豪华房车接送服务，真的方便很多的人过去这个生活。咁呢一個計劃咧，就打算咧明年推出嘅，為期2年。咁如果你係之前打算咧係即係退休移民嘅朋友仔咧，其實你都依家可以考慮下泰國嘅，因為咧如果你5年簽資話之後嘅話咧，咁其實基本上咧你無限次往來，亦都冇一啲特別嘅限制，唔好似以前咁啊，可能我要每一個月或者每年要去續簽咁樣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詳情咧，都可以繼續留意翻當地嘅政策嘅公佈噶啦。希望今集的資訊幫到大家啦！如果各位朋友仔咧對移民咧有其他嘅問題咧，都歡迎 inbox Yahoo 新聞 Facebook 專頁，咁會有專人咧會收集你嘅意見之後咧，就會解答翻大家嘅問題嘅啦～